时空之钥的注册，所以麻烦各位观众先将脖子上的识别证都先拿下来，我们拿在手上。好，那如果有悠游卡的观众呢，也先帮我们准备好哦，有悠游卡的话。那如果没有悠游卡也没关系，我们两边呢都会有备用的卡片借各位做使用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两边的第一位先进到柜台做注册哦。第二位请在红线外稍等哦，不好意思。的研发成果，结合了我们已经很成熟的展览技术所铸成的一个互动体验剧场，所以